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 3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欢迎收看由三澳门第日的天气报告。现在由我耶达和大家讲一下今日12月28号的天气。今日天气寒冷多云，凌晨有几阵雨，相对湿度介乎 65% 至 88% 之间，气温介乎摄氏8至12度，吹和缓至清新偏北风及有阵风。今日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介乎25至4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预测明日空气质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和高密度住宅区是30至60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，一般性监测站是30至50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今日自来水咸度是每升71.1毫克，属于绿色低咸度级别。Bobby 话听日凌晨及早上天气寒冷，有几阵雨，睇睇卫星云图，预料笼罩住中国及其邻近海域的反气旋将影响本澳天气。而家睇下未来几日的天气。预测听日凌晨及早上天气寒冷多云，有几阵雨及薄雾，气温介乎摄氏10至15度，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。星期三天气清凉多云，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初时有几阵雨及薄雾，气温介乎摄氏13至18度之间。星期四凌晨及早上天气寒冷多云，气温介乎摄氏12至16度。星期五天气清凉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雨，气温介乎摄氏14至17度。看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，北京多云，零下10至0度，上海天晴，零下1至6度，台北有雨，11至17度，厦门有雨，8至13度，广州有雨，7至14度。现在看看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尔多云，零下10至零下5度，东京有雨，5至14度，马尼拉界中有阳光，22至29度，曼谷有雷暴，25至34度，新加坡都是有雷暴，24至32度，雅加达有雨，25至30度。现在看看欧美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。好了，今天天气报告完了，拜拜。